首先，谢谢。我要感谢的是 Anthony Kings 谢尊斌。今天台南的天气啊，在下雨。他是讲座，不是麦克风了。然后现在是讲座。就是我们到了台南呢，吃了很好吃的牛肉汤，哇，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我真的小金人呢、啊。不是我的，我先把它放下。谢谢各位，小心人好。我还蛮想问这个，我刚刚那个大概试了现场，大概试了100次，然后专场一下，就是我刚才讲话那个，因为那个是 ending， 导演说他不知道怎么，他不确定他会怎么收尾，然后就说你就给我快的、慢的、确定的、怀疑的，然后他说 sorry， 我真的不知道要。我会怎么收，我会怎么剪，然后我那天就没有，你就叫他请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想清楚再来。你叫一个导演是最高的，嗯，你不可能叫旁边所有人帮你、这个真的是一个这个上山啊，大家我不知道怎么拍，我们今天上山100次好不好？你先想清楚，对，怎么样呢？是先赏茶啊、我们泡茶前通常会有这个。通常是这样的，通常是拿着它这样，上茶这样看，是你装了，就这样装。要演的话，其实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。演的话，你要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，反正就这样。桌子非常的有感覺。对啊，这个桌子，对，它是水对啊，你看它的那个这个水，地方就直接这个底下可以下去。哦。对啊，我这个桌子很多功用，有枪啊！对，你不要再开了，我怕你。我爸真的拿出来，拿到什么不该，不该开。我们后面有一个聚会，跟市长说明一下，就是餐车的一个聚会。言下之意就是市长可能想要抖内我们几颗橘子，勒索橘子交给我。那餐车之友有多少人？六千人，六千人，就想要走，对不对？Grape Sousset， 那个橙皮的橘子皮的那个甜品，你这是很蛮古怪，果肉没吃专吃皮，橙皮啊，柚子皮啊，专吃皮，叫最高境界就是以前那些吃烤鸭，北京烤鸭。就是肉不吃，单吃皮，这才高啊！周六晚间10点，开着餐车交朋友二。